先锋，不落窠臼，勇敢、自由、敢于不凡。这个七夕，勇敢定义自己，定义爱情。鹿晗倾情演绎 TSDUNCLOU 全新大片《定义自己》。2018年8月，时值七夕佳节之际，法国殿堂及珠宝腕表品牌卡地亚于中国全球首发 GUSDUNCLOU 系列全新作品，并同时携手品牌挚友鹿晗再度倾情演绎 GUSDUNCLOU 全新大片《定义自己》，为自由灵魂重新定义这一传统佳节。定义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，定义自己是特立独行的个人追逐，亦是志同道合的灵魂默契。47秒，四个场景，四个纯粹的自我，在鹿晗全新演绎的短片中，佩戴 JUSTEUNCLU 手镯的他，触摸着影像交错的电视屏幕，进入另一端的平行世界，如同转动起那枚尘封自我的钉子，自信探寻更精彩的未来。他在飞速变化的镜头下，不同角色自由转换，绽放生命的多种可能。他酣畅拳击，热情舞蹈，潇洒驰骋，勇敢探险，完美并享受着每个自由不羁的瞬间。当鹿晗再次回到现实世界，万间的 AUSTAUNCLU 手镯引导他定义更坚定与纯粹的自己，人生角色随心转换，无所畏惧，将时代精神融入经典创意和设计中，是卡地亚不断遵循的光荣传统。 GUSTEUNCLU 系列全新作品涵盖两款全新手镯及三款全新戒指，在承袭此系列特立独行的美学态度的同时，以更为纤细及灵活的造型设计诠释前卫风尚，彰显属于这个时代的自信不羁与果敢前卫。其中全新玫瑰金手镯更将独家于中国线上平台首发，在情人节来临之际，登录卡地亚七夕限时精品店或微信精品店，即可率先拥有 JUSTAUNCLOU 全新玫瑰金手镯。在这浪漫情人节，以最独特的礼物与他一起定义彼此勇敢坚贞的爱情。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手镯，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2018全新作品，纤细造型再次彰显自由信仰。中国率先发售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手镯 18K 玫瑰金，线上独家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经典作品，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手镯 18K 玫瑰金，卡地亚 JUSTAUNCLOU 系列手镯 18K 玫瑰金，钻石、